超大巨石挡在隧道口，出动怪手铲除，任务不容易，一点一点慢慢推。现场还有好多大小的石块，都是从山壁上崩落的。现场还有山猫帮忙清除小石块。这是嘉义阿里山公路台十八线70.2公里处，7月29号清晨5点多，明隧道口落石砸下，打中隧道口的顶端，水泥砖塌陷，钢筋裸露，公务段立刻调派重机具进驻抢修，花了3-4个小时，终于抢通，恢复单线双向通车。本次凯米台风，阿里山地区降了大概1600毫米的雨量，边坡土石已饱和。往阿里山的道路一度中断，阿里山国家森林公园照常开放，游客上山开车要小心落石，而惊险场面还有这里。路面出现好大一个洞，柏油路还有标线整片崩落。礼拜四我今嘛，我来跟大家散步，很奇怪，我行到这，怎一坑这大坑安尼啦。超大天坑就在屏东万丹乡顶林大排河堤道路。7月25日凯米台风肆虐那天，路基掏空，出现大天坑，长4.8米，宽2.7米，深度2.4米，看起来好惊人。现场也拉了封锁线，禁止通行。而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塌陷了。水是巴老啦，是无应过啊，这水是也带有地基掏空又凹出来的。挡土墙下面有基础，但是它还是从挡土墙下面基础下面的泥沙。可能有掏空这个天坑，我们先会用混凝土把它补满，枯水期的时候我们会再加强防护。天坑的面积大到都能够塞进一部车，幸好崩塌瞬间没有人车经过，否则后果难以想象。东森新闻余家雄、吴新梅嘉义屏东综合报道。